位于埃及的金字塔群，是建筑在世界上最长河流尼罗河的流域，亦都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的发源地。尼罗河流经整个埃及全地，河的上游由伊索匹亚，即是圣经所记载的古实开始，下游流入地中海为结束。事实上，金字塔群中有50个建在尼罗河左边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，是仿照天上银河，并且是银河左边最光的50颗星而建成。尼罗河就是代表银河，而金字塔群就是代表那50颗星。当你身处一些没有光害的偏远地区，晚上就能够看见由繁星密布满天所形成的一道淡淡的银河，由地平线开始穿越整个的夜空。而在你面向东方左边的星空，就是在尼罗河左边的金字塔所代表的星座，其中主要包括猎户座、金牛座、仙女座和大犬座等等。而整个的建筑群是由大犬座的天狼星开始，一直横跨整个银河左边星空一周，最后亦都以大犬座终结。